头要爸爸抱的，什么？解封几天呢？解封？6月1号解封的。宝贝，宝贝，你开心吗？宝贝，你要买哪种的？怪兽，好，那等下买怪兽。那边有卖怪兽。你不要钱。啊？爸爸，爸爸，一走啊走啊走啊，对啊，宝宝走。因为我老公没有在上海做过核酸哈、哦，他今天刚到，是外地做的，昨天做的，不知道能进去吧。他好像没有给门卫看这个核酸。今天人比较多，就这样混进来。哎呀，人实在太多了。前几天就芋头说想玩嘛，然后花了40块钱给他买好票了。他进去跳了一两下，觉得人太多，而且又热，他就出来了。然后人家说你第二天也可以来。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3-4天了，可是他不想玩了，这个钱可能就浪费了。这边游乐场昨天7月1号都开放了。你等他下来，你等他球下来。对对对。宝宝，你在干嘛？啊，你在干嘛你？对，等一下，妈妈付钱。你想打哪一个场景？你要打哪个？雪地。这个，左边左。高原是吧？高原。对，枪很轻啊。啊、哦，现在它大，它的扳机很。等一下，你叫那个叫爸爸帮你打，打打。我是飘飘，今天是7月2号，今天呢好开心啊、哦！我老公下午来到上海了，啊，经过了这个封城啊，他是3月10几号，然后回江苏的，到今天快4个月了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来到我家对面的这个广场。带芋头来玩一下，好久没有陪芋头了。然后呢，我原以为哈、啊、芋头就是看到他会比较生疏，但是芋头今天真的很要开，一直就是缠着爸爸。哦，
真的还是能够看出来父子情深啊，就是浓浓的血缘关系是根本割舍不断的哦，纵使大家离开的再远，离开的时间再长。打给后怎么样，几个月没有来了，感觉这边有没有什么变化？还不是一样。理工男讲话就是这样没情趣。哪个洞洞啊？要不然你们拿呀？你看你要哪一个？你看你要哪一个，宝宝？你还是买那个吧，芋头，还是买那个吧？要不然买这个吧，好不啦？我想买这个东西的。对，你买。你买那个嘛。这个就没我的。这个是巧克力啊。那是巧克力，你买那个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那个会好一点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买两个，买一个，两个呀，买两个。这个不是事，那你问爸爸。啊，啊，你叫谁付钱？谁付钱？叫阿布付钱，叫阿布付钱。好了，拿了，拿了，啊，拿了，啊啊，就是青粘土，这个你要么买一个吧，这个我们带到台湾去，好吧？嗯，好的。这个拿着，这个妈妈拿着。你要吃什么？有两杯吗？还是？等一下，我还再要一个。你酒酿要吃吧？啊，要喝吧？酒酿。马蹄，啊，再一杯芋圆奶茶。你要常温的还是冰的？等一下。啊啊，不对，换掉，换成那个红豆沙奶茶。不是，你要冰的还是温的？还是温的。温的。温的。温的半糖好了。半糖也是我们家的专利。啊，可以啊。来，四十六。这个。鸡蛋子呢？是不是？他不要，他不要吃鸡蛋子。啊，你给爸爸看啊，哦，看到了啊，啊，就是那个青粘土，有时候学校里面老师会做，这个模型喜欢，他蛮喜欢的，对呀，啊，现在呢是这样打算的，准备在上海住几天吧，然后后面呢就还是要回到江苏东台去一下，因为他们公司里的事情还没有忙完，这个因为上海封城啊。确实影响到他们公司一些产品的进度了，所以现在很忙。嗯，然后呢，打算呢就是在东台住几天之后呢，然后再回台湾。然后刚刚也跟他讨论了一下，现在这个月直飞呢还是很少，那有可能呢我们就从厦门转机吧。应该现在因为上海到厦门，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到厦门，应该都不用隔离了。那我们到了厦门之后呢，可以玩个两天左右，然后再从厦门飞台湾。目前是这样打算的。能在厦门玩两天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好久没到厦门去了，这个城市我也很喜欢。到时候可以在厦门开一点这个风景啊，啊，给大家欣赏。你看呀，他就黏着你呀，你看宝宝就黏着你呀。哎呦，还正好啊，腻了刘小红。你是黏黏虫啊你啊？你换个手拎过吧。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他要抱。你不要阿福抱了，要爸爸抱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哈哈哈甜蜜的负担。
那今天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